有感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大陆医护人员的英勇无畏，台湾知名音乐人林垂立日前发布闽南话歌曲《妈祖》，在两岸引发共鸣。林垂立说，妈祖扶危救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信仰，自己之所以会写这首歌，是因为此刻正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，他们的大爱精神正像妈祖一样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见。红红的太阳浮出海面上，能顾名看到了这个电视报道，感受很深啊。人力紧密啊，油然而生，就起心动念，就想到不管是在地人或是出外人，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心情啊，这个很快就写的这样子的歌词出来，这个词写出来，是因为这些医护人员真的像就像妈祖一样救苦救难。